Pois.两位大哥几号？我三八。他三八，嗯。他三九，他是被转掉了。我应该是有人等到不耐烦吧。三八，对，然后等太久要转掉。哦、嗯。因为刚刚三八有一个来过。哦。马上就发一发一发。不好意思。等太久转掉了。嗯。所以你三七。3637，羡慕3637，给我两单我也等。等一个小时你等啊？等一个小时你等啊？等，对，总比你在那边等一个小时只有一单好。不会，现在这个看店家，我那天遇到四大那边松饼那一家嘛，我也是参其中，然后我就在那边，我想说啊，松饼大不了一二十分钟最久。我已经30分钟了，我已经陆陆续看了客人换了3次，就是很多人进来，然后点点点给完，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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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那天真他妈扯，3轮了，然后都不给我们，真的，有的就只做先做现场，对吧、啊？按、啊、你说餐期，加三分餐期，那根本就不重要，因为他餐期给遇到又不给我们，现在不是一个小时一单吧？今天我没有，真的有明显变低。我们要不要出来聊？站在人家门口感觉怪怪的。我等于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好像是你没带个戒。我没带，我都是跟他借的。他手那边很厉害。我没带，都是带你。对。我们就是那种约练跑的。你们等多久了？
听说有二三十分钟了吧。拜拜。
拜。他是几号？三八。三八习惯就好了。不知道你们会轮多少人来来回回呢？有人来看到我们在等，等很久吗？哦，好，弃单。来，等很久吗？嗯，弃单。对，不知道你们要轮几个人？等很久啊。对啊。可能现在也有人到弃单了。看你啊，反正就有一个来。如果你们等很久，我们就点头哦，他就弃单，他就走。对。二十吧，可能要二十吧。20分钟，应该吧，因为他等就超过20了，多，对啊，我们不能弃单啊，我是很想弃啊，不知道，你们可以问一下。但是我不保证，因为我知道的就是，嗨，三八的三八的，三八一锅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一锅你看见这样子，就是看，是的，对吧？确定者，哎，那就三个人，很重要哈，有位置可以坐，对哈、哦，对对，好，谢谢，哎，你要不要确认外面这几个多少个？我说这三个的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他们一段。三二巷11号，八一小型车，八一，我要回门京东。大姐，够姐。我昨天都没打魂 ，What the fuck？ 表明的，
一号二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，等快一个小时。我一下，10块钱点，然后300。